你一斤都看啥子嘛？哪个人要看？你有啥子吃的听的？师傅，你点点清淡点点的喉咙痛。看到没？别个好善解人意。芝麻姐，俺床不头停的车是哪个呢？你没看过一牌子啊？哪壶的一百的啊？没看过。演过的嘛？那咋的呢？我还晓得他咋的呢？约你噻。约我？你也难道晓得了？你不问我算，我们带女朋友、女同学回来。说啥？你还想带女朋友回来啊？我说错了，真的是。哦，像你认不得人家路子，那你们一起喝酒耍的时候，我没说啥子啊？来来，你让我谈一声噻。你啥意思嘛你？我啥意思？最起码能来了嘛？你要跟我说噻，我陪他喝两杯噻，我得着嘛？哎呀，你男人刚刚是口误，不小心是把真实想法说出来了。你不要拿我谈哈，你有点变了嘛？你前天都看见石学对面。哎，不要相信，那你来咋子？我来，我来肯定不得看你两口子的噻。啊，是。哎，等着，坐了，我给你整点东西去了。我看见视频高级，你要吐的有点怪哦。比你成了就才乖得多。哎呀，你别让我拿去，你有他们身上没得，老实交代。那你在听到我说你在拍，你敢说你同学长得不好看？哎呀，一好看，这对比之间总是有一点点这个区分的噻，对不对嘛？你内心比较动摇哦。我们这经历了那么多风风雨雨的，心念一定要坚定哈。哎呀，你放心，我不是的，你那种人。哪里我这种人了？你要帮啥子我？我来你屋里弄一下的，你要懂不起呀？我帮你，我有啥子要帮你啊？你是要帮我噻，咱姐收掉了嘛。但是哈，有句话说的是，有谁才得，你懂得些啥？这些道理我都懂，关键是行动。看你要咋个说噻，你要帮啥子？你要按排顿饭嘛，最起码你要讲个面噻。小问题，你第一点时间你就说，今晚上都可以，现在都可以走。来，哥们儿，吃西瓜。是的，你还啃了一口的啊？哎呀，你说的我都是这种人了嘛，全是不小心多的。谢谢。走，今天晚上我带你去吃大餐。是不是哦？真的，你来了我的姑娘。走吧。耶，你比我还不讲理哦。走，去收拾一下。老板。啊？我已经给你人都约好了。弄俺呀，丫的。关键你今天晚上先后没来我那吃饭没有？这个猪脚你都没整过，一猪脚吃啥子嘛？我们就跟着吃啥子噻，那样吃啥子嘛？不要整烂痕了的。不整烂痕吗？啊，但是吃肉的就行，我是。这没问题的，吃啥子无所谓，关键是他喜欢。好，那走，关门。来了，大家吃啥子？你一斤都看啥子嘛？哪个人要看？你有啥子吃的听的？师傅，你点点清淡点点的喉咙痛。你点。看到没，别个好善解人意，好理解你。你看我刚才看菜单儿，硬是给你机会喽。啊，你闭嘴，老师。快点。哎，你看我婆娘做啥子？哎呀，一样的，像你来，我给你。哎呀，坐那边去。我下的。哎，上来。孔妹儿，你的爱好就是吃这种啊？倒不是的，这是俺陈大姐点的，这都是你婆娘的口味。你弄多年你也不要了，你看到菜嘛就应该想叫噻。天啊，你咋弄了解？你今天是你人家男的口味，你用我婆娘的口味，你搞错没？是人家。弟弟。哎，这小口子有些啥子嘛？你要还是不要原形？我是说二哥误会了。关键你说像这种浪费的，你喊我徒弟，我空门去接你啊！我觉得你们跟你说，这是你婆娘点的啊！我跟你说，我只点了质量样，我只配吃质量样。其他就是难点的，哎，算了，肉嘛好东西都嘛是啊。快吃！还想说姑娘比我都还抠，这些大肥肉吃都不敢吃，只有我两个男的吃。这还有些人还没有上完的嘛？你慌啥子嘛？先吃点，吃点。我看你真的好饿。快吃。是的，你那么挑哦，师傅点的你都不喜欢吃啊？我是关心你，怕你那儿吃的不好，不符合你的口味。我不挑。哥们儿喜欢吃啥子就念就行，不够吃我们再点。够了。哎呦！不要讲理，不要客气。吃饭，吃你的。哎呀，硬是脸都笑烂了。快吃。给我脸皮厚。想你回调咋问你说你吃好嘛，吃好了走嘛，我就把单子捡住了。你去买啥子买，真的冬凉我去买。
不不不，这个说过来了，我来我来我来。哎呀，走，你真的你去买。我来。哎呀，是说都说过来了。好嘛，你去买。走，去飞去。那我先走了，我明天又来哈。明天你还来啊？你饭吃你不办事啊？你光吃饭不敢喝了，那好歹弄好的手。是，要懂事噻。你比我还算得精。应该的哈。好嘛。